这座进化者设施曾负责将战士的人格转换为智能程序。这名囚犯的智能人格程序感染了许多系统。 这处位置的数据，但还有。当心，这位塔达林派出了他的全息影像部队，正在前往。敌人向我们发起了。警告！我即将动身。进化者会形影不离。正在蜕变完成。 正在恢复初始安全协议，敌方部队以我为目标。进化。 进化完成了，压制塔已摧毁，干得好！我方部队数据安全，此处安全终端中。载具基本准备完毕，我们的部队进化前进中。 尽管这位塔达林手段狠毒，但他并……如果你有时间，我正受到攻击，太好了，这只是个载具，没有任何防御。多亏了你的帮忙，这些战士。 正在开始安全数据恢复。这位塔达林仍然认为他能摧毁我的载具即将爆炸，我建议立即摧毁那座崖。 已经完成了一半，敌方压制塔，我无法再压制塔了。载具系统，压制塔已停火，敌人正在破坏压制塔。
塔达林篡改的系统程序已修复。 需立刻赶往下一个安全终端，在无目标周围集结。进化，我们的部队与敌人交战了。 正在进入安全终端。 我需要援助， 防御系统已侦测到另一部。 潮群， 压制塔的攻击小组。 只剩25%的信心，我建议立即摧毁那座压制塔已停火，新生。我们的部队虽然艰难，但这里的数据还。 数据。 没有什么能比光荣的战斗。